声，尖叫声，欢迎我们的萧敬腾。雪白的夜深。
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嗓子哑是不是？啊，换人，换人。迪迪，来。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好不好？没关系。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我们从简单的，好不好？不然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好不好？我可以叫我妈上来。妈妈是不是？妈妈来。妈妈在哪里？你妈不会在最后面吧？来边这边，来妈妈来，小心头，小心头。妈妈平常有唱歌的习惯吗？这个谎不可以说太久，真的吗？这么巧，怎么这么巧？就刚刚那一首，是不是？那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嘛，试试看，让大家听听你的声音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你的头发很乱。好了。
呛。哎，还差一个声音哦。差一个声音耶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谢谢。你怎么不唱歌？你不喜欢唱歌，还是你喜欢在包厢里面唱歌？下次在包厢唱，下次在包厢唱。还有谁要唱吗？很可惜那个楼梯只坐一边，不然我就都下去了。很想下去，很想下去跟你们打招呼。啊，那就下去。来，大哥，刚刚是女生嘛，大哥要不要唱一下？大哥要不要？大哥可以吗？可以啊。pitch有点不准。掌声鼓励。哎呦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只能从侧边是，这边可以啊，你可以从这边。最后一首歌好吗？这首歌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连八哥所有的朋友，还有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好吧？想听什么歌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我先走了。唱一首摇滚作品好不好？王菲。Come on.
现场的。